I'm feeling lucky. How about most streets? Us two in these streets. Diamonds on my feet. Caught up in these talks. Circling my head top. Should have been more cautious. Now I got what I wanted. 到北海道了，从来没来过哎，你来过了吗？拽什么拽？我曾经还在这边就是开球过。开球是什么意思？我的希望是你可以去。皆さん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ファイト、最高。生日就那个请他来北海道玩个五天，真是太开心了。然后我从来没有来过，我们也没有做任何的功课，一如既往。我们等一下要搭巴士去头妈屋，然后时间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去买从那个度假村到札幌市区的车票，过几天的，所以先去 JR 那边买车票。刚刚原本要自己自助用那个贩售机买，但是找不到那个站，然后发现后面这里呢，他有给就是外国人的服务专区，会讲英文也会讲中文，蛮方便的。直接跟他说要买哪一天，然后从哪里到哪里，很方便。赞，好夸张，好狂热，最近真的迷上任何的果冻。这个是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的，这是甜的王，然后酸的王是这个。这个真的很好喝，这个是喝下去呢，就会觉得整个人都活过来，因为它太酸了。对，它的原理是这个。嗯、然后这个我记得有一点点中药感嘛，是不是？就是维他命。嗯，我们等一下呢，就是会坐这个巴士，大概要两个小时。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大阪的服装品牌 Urban Research， 上次就有跟大家推荐过，然后广受好评。今天又准备了三套我非常喜欢的穿搭介绍给大家。想要轻松穿又不想要看起来太随便的时候，针织衫绝对是我的首选单品。另外今年 Urban Research 也和很多不同风格的品牌联名推出很多赞货，像我身上的裤子呢，就是和美国的 Outdoor 夯牌 Gramercy 合作推出的款式，它的 Solo Tex 专利高机能布料搭配高级的冰灰色，好看好穿又非常有弹性。不知道你跟我是不是有一样的困扰，一直想要找一套好看的大地色系西装，我今天帮大家找到了。它的颜色非常时髦之外，它的材质很舒服清透，而且具备弹性。 Urban Research 在夏天会因应不同的需求推出不一样的机能单品，像我身上的摩卡色短 T， 我非常的喜欢它，它很耐洗之外，它还具备了吸水速干功能。另外我很喜欢它的布料表面上有一点微微的光泽感，会带出高级感跟细致感，这一款我非常的推。如果要找一条可以当传家宝牛仔裤，那绝对就是它了。它可是大有来头，和日本牛仔裤圣地冈山 Shiota 合作的，刷色超好看，版型超显瘦，日本制的布料和质感真的没有在马虎。怎么说？为什么？它的五金扣式、刷色等等，全部都一级棒。上半身就是经典的日系穿搭啦，里面是长袖上衣，外面搭一件短袖衬衫。为什么推荐这一套呢？因为它是成套贩售的。其实刚刚在第一套里面，我也是用这一件白色长袖上衣当做我的内搭，所以它非常的方便，然后穿法也非常的多元，适合打造不同的风格。Urban Research 官网周年庆活动来喽，而且现在还有限定好康，从今天开始到4月24日上午10点，活动首三日限定，结账再享8折。今天介绍所有的单品，通通都有参加活动，有需要的朋友记得参考底下资讯栏连结。Go！ 终于到了，我们早上六点多，然后现在也是日本6点多，将近半天的时间，终于到了。我们现在要先去check in。这次住的是星野集团旗下的一个 tower 度假村，在头妈屋。现在日本很流行这样子，就是把这些盥洗需要的用具都放在大厅旁边，让大家自己拿。
哦，没有很新，但比我想象中的大哎、欸。它有一个客厅，真的哇，超大的哎、欸，真的蛮大间的、欸，很传统的，是，而且它这边都是风格，都是窗。它开起来是怎样？应该就是角窗吧。哦，这窗很大哎、欸，晚上这样看出去很赞哎、欸。忘了讲他的洗手间，就很正常的日本标配，一定会有浴缸，然后免治马桶。但是这个出乎意料的很大，这个台面。我们现在要去吃饭啊，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分区，然后中间都有用这样子的走道连接起来，其实走感觉蛮方便的。它是玻璃屋，所以整个寒气逼人。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很方便吗？很方便啊，就是这样子自由穿梭。对，要到这个 Hotaru Street， 里面有很多吃饭的。我们今天应该选这个面屋竹藏。你看我有穿外套。真的，哇，冰天雪地，很久没看到这样子的冰天雪地了。雪这么高，我们去瑞典都没看到这么高的雪。真的哦。哦，好爽哦！踩在雪上，而且立刻鼻子就红了，我真的很没用。那个就是我们住的，我猜我们那两栋是比较旧的，超旧。然后他那边，这边好多好多栋，那边还有两栋，应该是比较新的。先来吃拉面，或是先看一下菜单。你可以不要一直挡住吗？第一天上电视。哦，选不出来。我觉得我今天饿的程度应该可以吃两碗。说大话，我们应该可以吃两碗。请不要说大话。饺子先来了，然后蛮大一颗的，跟平常在日本吃的尺寸比起来，跟平常在欧洲吃的哦，欧洲吃的又扁又小，好胖。味道不会很重，还不错。很好吃啊，就不错这样子，家常口。嗯嗯嗯，我点的是柚子拉面，它刚刚一上来柚子味很浓，我刚以为是清洁剂的味道。我的是海老，就是虾子的味噌拉面，虾味超级超级爆炸浓。品尝，你不能用阿芙丽的标准来，那就是3.5颗星。哦，这你一喝绝对吐出来。好浓郁哦，但有点太浓哦。作为汤头，我觉得我想要再舒服一点。我们吃饱出来，这里真的还不错，就是规划的我觉得很完善，然后也有一个小火炉可以在这边取暖。你手要不要真的贴近一点？Mrs. Farm Designs。有一些团子，我点了一个是类似红豆大福吗？麻鸡对的东西，但它这个裂痕我看了有点害怕，跟你被我打伤口一样吗？对啊，就是这边啊，这边没有来看看来吃。哦，那你里面是糯米吗？啊，也太饱了吧！怎么？它是？打肿脸充胖子，还不错吧？因为它怎么有点酸梅味道？酸梅。You can never sleep in traffic. There's living steady panic. I know 'cause I try acid. Now I see through your habits, just like gadgets. 等一下就是搭这个缆车，不知道可不可怕？好像蛮可怕的，因为。等一下他就会立刻突然一个大加速，我很怕。还好我们坐到的不是水晶车厢，不然我真的会哭出来。我们今天就是睡过头，我没有睡过头，我原本就想说8-9点要起来，然后去吃早餐。然后那时候我还问你说你要起来吗，说好可以躺一下，然后你一听到这个马上就我们现在要去这里看看有什么东西，你要不要去坐、感觉很危险。
Go go go！ 害怕吗？我等下下去应该是因为请问有谁穿 BV 来雪场？什么意思？想说可以拉一下，滑到不行。这边看出去真的好扯哦，超梦幻的。而且没有围栏，好危险，真的超危险。现在来走这个 Cloud Walk。我觉得这平台还不错哎，很赞。因为它就是不是只有一个地方，它有好几个地方可以玩一下这样子。但是刚才在那个桥上面，你怎么漏了几滴尿？因为就是膀胱最近比较没有力气。怎样怎样？ BB, 发生什么事 ？BB 要提告吗？请他们改进一下。不是啊，这本来就不是。它弄那么像滑雪的东西干嘛？它有另外一个设施是里面有室内的泳池，然后貌似可以有泡汤的地方。我们决定来一探究竟，因为现在也还不饿，然后才四点多而已，就进去看一下。里面是长这样，采光超好的。它虽然不是温泉，但是它是户外的，所以。放眼望去就都是雪，还有那个树林，就很漂亮。我觉得建议大家可以在三四五点五点以前来，都没有人。晚餐来吃这间吃牛排的，刚有人经过，然后说这家走走，这家走走，但是是在这边的台湾员工推荐的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吃。人家吃牛排，你第一个说要点这个，但这看起来还不错哎。玉米加起司，还有什么啊？刚有被推荐这个 truffle 的 French fries， 他推的是星空牛或者是白老，他说这比较瘦，这比较肥，对，他自己比较喜欢肥的。生日快乐哦！谢谢。来吃星空牛，感觉很好吃哎。怎样了？怎样了？好嫩，它不用加盐巴了，挺好吃的。好嫩哦！超嫩的。我这应该是菲力汉堡排，所以它在有发出一些声响。感觉也是不错，但应该会非常的腻。对，它那个味道好，就是我其实味道很不错啊，只是我真的不迷这个东西。梦想中的味道，我已经开始想睡。我也是，吃太多，而且太肥了，好肥啊，超肥。早餐呢，就会在这个玻璃屋里面吃。里面是长这样，空间很宽敞。这个森林餐厅呢是自助式的早餐，我很喜欢日式，就是它有时候会有这些炸物在早上，或者是这个冷的乌龙面呢。竟然有海鲜冻饭，好夸张哦！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么日式，然后配上这个雪景，我都拿了一些炸物跟日式的食物。然后羊拿了汤泡饭跟乌龙面哦，那是汤泡饭哦，我自己把它加味这个东西，看起来蛮赞的。我觉得它的这个自助delivery 自由卷舌，自助是所有里面就是最好吃的。那昨天牛排也不错，但是就是比较单一。对，这有很多种类，然后每一个几乎都是没有什么雷，全部都很好吃。回去准备收拾行李，要去都市。没错，我最爱的都市。一到札幌就是非常大的风跟雨在迎接我们。现在在找怎么去饭店的路。到饭店了，终于。虽然很近，但是天气太烂了。这边是 self check-in， 然后输入一些入住资讯之后呢，就可以自己设定房卡。哼，蛮一般的，好，但就是看起来很干净。洗手间是长这样，
也是小小的，然后这边就只有淋浴间而已。这淋浴间看起来好多功能哦，晚上再来洗洗看。好舒服的天气，我们刚刚逛完大丸百货，买了一双鞋子，然后现在要去另外一个百货，要去那个日本的，它算什么店啊？生活杂货。请问你来 Lofudo 要买什么呢？没有。真的是不要轻易进来 Lofudo。你那个牙刷买成这样是什么意思？你也是购物有一点要节制，因为它是消耗品。请问你来 Lofudo 要买什么呢？没有。现在日本就是已经都不提供任何免费的袋子了，所以记得大家还是要随身带一下购物袋。怎么我们逛一下下出来就天黑了？有一下下吗？蛮久的。一下下。你啦，你那个牙刷挑很久啊。乱说。现在好饿哦。我们要去吃什么？吃那个啊，我最喜欢的。会不会被告？好低级的一幕。我们要去吃利久牛舌。开心开心。一出门就下雪了，雪超大的耶，好赞哦！不愧是你的生日，爽吗？爽吗？哇，你脸上都是雪，漂亮的雪。北海道神宫呢，就是搭到这个圆山公园站东西线的，然后走三号出口，好像要走一下下，15分钟吧？这么久？我不走了，我不走了。这里就是圆山公园。里面也太漂亮了吧，是雪的加持吗？是啊，觉得很美。我之前夏天的时候来这边是很多草地，然后会有很多摊贩，哦，感觉也蛮好玩的。对对，还不错。神社到了，然后看起来很庄严，很漂亮。神社的正对面呢有一个步道，这边也很美，长长的一整条，然后两边都是树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这边一样可以买一些开运小物啊，或者是御守，也可以求签。然后很多人就把比较不好的签绑在这里了。进来之后呢，会先看它的大殿，好漂亮哦，还有一点金色的这种装饰，非常的优雅。三角锥，白色。然后整个空间也是很美，美到不行。这里真的蛮值得一来的哦，跟我们在东京浅草寺的氛围完全不一样，因为那边太多太多人了，嗯，反而感受不到这种宁静的感觉。嗯，但我上次来的时候也是很多人。今天的晚餐是这间俊烧肉，是潘少忠推荐的美食。潘妈妈不会让我们失望。唠狠话。很赞呢，是一个类包厢的地方。你的手怎么了？要拍手。那我们今天选的是15000元的，也是潘妈妈推荐的，里面内容蛮丰富的。四个会不会太夸张啊？可以带回去吃。满足了吗？今天好像满足了任何事情。你笑得也太爽了吧？因为四个也会饭团。耶！刚刚那间俊烧肉真的很推荐，肉都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很赞。感谢本集财神 Urban Research 赞助播出，有兴趣的朋友记得到下方资讯栏的连结参考周年庆活动优惠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，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。 拜拜。